9月12日，秦岚、吴尊、蔡卓妍等人一同出席了某品牌活动。当天秦岚身穿黑色低胸礼服裙，非常的性感，气质迷人。秦岚近日因热播剧《延禧攻略》里端庄优雅的皇后再次翻红，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。秦岚表示自己来到香港，大家都喊她皇后，而秦岚本人也和皇后一样漂亮优雅，气质不俗。就连一同出席活动的艾莎也一直称赞秦岚很漂亮很有气质。艾莎化身小粉丝，全程拉着秦岚自拍，下台之后还拉着助理说秦岚好香。活动结束之后，艾莎立刻在社交平台发文大赞皇后好亮，看来我们的富察皇后是真的很受欢迎啊。因为皇后一脚大红的秦岚此次来香港参加活动，也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支持。前不久秦岚与剧中饰演海兰察的王冠一传绯闻，提到这件事，秦岚笑着表示大家都不是对方的菜，